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我是马萨修。然后嘛，最近真的有点想玩了，就上次说过了，公司那边，然后学校的考试哦，真的有点 有点累啊，反正就还是想继续试看这个，毕竟现在又有那个新的 RPG 制作大师的游戏出来，叫什么《替身少女》。还蛮想玩的 然后最近好像就是天气比较冷，我好像有点小感冒了，就开始在咳嗽，所以现在声音好像比较就是有点鼻音吧，所以就 讲话本来就不是很清楚啊，然后又有点感冒，所以可能等一下实况如果有讲不清楚的地方，请大家见谅见谅，呵呵，好了。那这款游戏就是大家知道的《红雪之屋》的《The Snow Witch》，就是二次衍生的《名侦探柯南》游戏 然后上次就是玩到柯南跟灰原因为不明的关系，然后变成大人，然后所以要去调查，然后所以剧情就是由服部平次来担任，就很悲剧的接下了这个工作。然后，因为那个角色比较特别，就是他不能即时存档，他也要透过特殊的事件才能出档。例如，跟那个 跟他讲话，他叫什么我忘了，算了，这不是重点。跟他讲话的话就可以存档 然后目前我的 CPU 量是69%至70%左右在跳，应该是不会突然实况到一半就断掉。因为最近实况这个游戏还蛮顺的，其实还有另一条上山的路，但这一条比较暖和好走，大家一起走时才不会危险。走吧，快，我带路，你跟我走，快点。再没看到的景象，会再会让你们啧啧称奇。呵呵，这个要住吗？没有。大叔等我。从后面来，要来哪一个？跟这些小孩讲话，耶，登山登山，要去找宝藏了。然后我刚吃饱，我现在肚子有点不太舒服啊，吃太饱了。下着雪的雪山真的好美丽，气馁啊！不要下雪了，不然很冷。元太，难道你不知道下雪的时候是放热吗？我哪知道？西路卡，光看雪就觉得很冷，呵呵。登山，登山，好，你们的对话就这样而已。而且这游戏的缺点就是你不能中断对话，如果对话很长，你要一直看我，超烦。好吧，然后呢？往 上走，哦，剧情，今晚 被冲下。噔噔噔，这里就是冒险的起点，你们可以看到"斯"的开头。在唯一的道路上，热情只会惹来哭泣，找不到永恒的脚印。只有不急的原因哦 什么意思啊？惹来哭泣找不到的脚印，感觉好像可以跟眼前的什么景象相连 哦，我知道了，咦，热情只会惹来哭泣，是指温度把冰融化的意思吧？哦，没错，唯一的道路上就是直料河，除了冬季河流会结冰之外，其余时节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。冰上不会留下脚印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滑入喉头，skin 呢，口有可多呢。十二，接下来的机关就在这面了，行吗？修。哦，声音好沉啊，喝个水。音量的话，大家应该听得到游戏的声音吧？我再开大声一点啊。我现在把喇叭抓得比较紧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其实都是可以听得到那个游戏的背景音乐吧。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在水上，我就可以在河上走了去，耶！呜呜呜呜呜，然后呢？这边可以跳吗？不行，这边有路吗？这边可以去哪里？没路，好吧。
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没有非常的自由性，没有非常的自由，你就是你只能按照它设定的路线走。呵呵，这边好面熟，这边好像是前面柯南跟灰原走过的地方。哎，这边不能跳下去，好吧？好了，这里真的发生过什么事呢？想一想还听着最可怕的。哎呀，平次要存档，哎，当然要的、啊。晚一点让我单调不就糗了？存档存档，呵呵。往上走，那应该会遇到柯南跟灰原吧？没意外的话。能走不过去了，那不是地上的积雪而已吗？糟了。哎，这什么？不明的野菜。不能使用道具剑。好吧，所以平次的功能完全只是方外的控制而已，格外的控制，完全没有屁用。然后呢，往上走。哎，死路一条，哦，这里，这里就是柯南跟灰原上去的路吧？哎，上不去哦，可以，对了，然后呢？这里不能跳，好吧，走这里。然后呢？噔噔噔，机关在哪？哦，啊，那个洞怎么流血？这里又是山洞和机血。巫女大人的精心节奏，哇，好声音讲不起来，没办法，喉咙好痛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可不要以为这山洞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这要是没有现在心血，巫女大人才不会为我们辟出这条路呢。这边有小孔对吧？这个小孔一开始只有小小的硬币大，一般来说是很难注意到的。但是木村小姐就注意到了这个，后来把小孔敲开后，我们发现里面是中空的，哦，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就是机关。但是不管我们丢小石头进去还是伸手进去摸索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木村小姐一定有接近一些供上鲜血，谁的血啊？你的大姨妈吗？然后虽然我们都吓了一跳，但是事实证明这的确有用。木姐当时手一割，我跟美术都吓坏了。呵呵，只要把血滴进小孔，山洞就会出现了。不，我们等了好一阵子。木姐说：“巫女大人需要时间恢复她的神力。”你在放屁！因为木姐解读诗上所写的红色，猜测可能是需要火，所以也有生活。呵呵呵呵呵，要不是我对巫女大人如此虔诚。怎么能够受到他的眷属眷顾呢？呵呵呵呵，因为这只是没有形状的红色钥匙哦，所以这血是大家赢的血吗？这虽然说是信仰，你在猜，你到底是用哪边的血啊？你的大姨父吗？这么说，果然还是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喽。呵呵呵呵呵，觉得很有趣吧？你们侦探果然是无法相信的吧？呵呵呵呵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的路就让你们好好体验巫女的神力。好吧，我高不起来，我还是不要再做那种声音好了。我们就继续前进吧，等下一个地方就麻烦侦探们，好吧？所以你们只开入这个洞而已嘛，去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看来这个红雪屋非同小可，呵呵。超帅气的毛利大叔，哎，保障。那群小屁孩，真是个疯婆子。不过倒也能悄悄保障，是不是真的存在的？你看，超猛秃头了，总觉得有谁会先死掉。平次，事情好像就是他们说的一样，这么诡异耶。只不过是个机关罢了，一般也叫出来，根本用不着献上什么鲜血，更平才叫的。呵呵，所以现在呢？存档，平次要开始推理了吗？你就给我这个红色的流着鲜血的红色的铜钟，你是在叫我干嘛？刚才有碎石，应该不止这些。这么说啊，碎石本的功用应该是，自作沙包，用来堵住山洞，
本来就对方在这边自作沙包，自作沙包干嘛？没什么作用。所以呢，我要怎么推理呢？用来堵住山洞，应该是堵住山洞吧。木村大佐将低进小孔造成山洞浮现，应该会是暴雪湖的奇迹耶，这是自然现象。天都什么情况就来是什么呢？这里推理，如果我选错的话会变怎样吗？解答方向看起来不少，这大姐是不是不要命了？这里对应的应该是拿出没有形状的钥匙，这样的温度好尖锐，虚伪笑容轻盈，这什么东东啊？应该是这个吧？这里关键就是把血听进去吗？微笑钥匙洞口就能开，这里有山洞，生火后等待等一段时间。什么东东？把血滴进去。应该是不需要钥匙，好像哪里怪的。哎，所以呢？哎，所以我选错了吗？啊，那我就要重新选。哦，所以如果我推理错误的话，就会重新选吧。应该是金洞激光，血的分量看起来不少。这个激，所以刚刚我是选这个吧？哎，是吗？所以这里本来就有山洞，好像那里怪怪的。我推理值下降了。所以如果推理值变零的话，应该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吧？然后就GG了吗？推理中，关键是把血滴进去吗？好像那里不会的。哎，又下降五点了，怎么办？卡关。所以这游戏的推理过程就是这样子吗？你要一直做选择，然后如果你选择错误的话，你就会卡关。呵呵。先弄英语的习惯，所以这边要强制你选择。嗯，用心，这里的关键是，难道是生活吗？也就是说，40块叠堆处有冰块支撑，如果从小孔注入温度滴滴的话，就可以让一些冰融化。哦，周遭温度升有助于冰融化，让碎石吸平而崩塌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红色的钥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红色钥匙其实是火焰吧？呵呵，原来如此，果然是平视。呵呵，所以过了之后就可以存档了。呵呵，耶、yeah ，进去吧。山洞，房子，爸爸买给你。呵呵，不、柯南。如果说是支持内容本身，你就想慢一点回原。嗯，哪里？如果要你在三十级未完成或者中心给你写那个，论机关。不如说山水即位，简直是残逆而舍小的习惯。血红女巫是日语，能有人投入游戏中，强迫我们了解她写实的情感。你有没有把情绪输？她用财宝勾引传染的人类，击破的心理为人类设下通往地狱的陷阱。而我们，正如她所愿的，慢慢向目的地前推进。或许我们最后只能望着得不到的明月宝藏面前。这还很有趣的吗？不是吗？呵呵呵呵呵，点点点。不过，要是我们解开这次死，他在失踪的挣扎，或许会能得病的解得到解脱吧。哦，不过好像你是很很了解年轻的样子，呵呵，可以，哈哈哈哈哈。你不会懂的。好啦，我们不懂啦，我们都是臭男人啦，怎样？我们是臭男人啊，你们是笨女人。下一句是用石头指引方向吗？那我们还是大方的接受他的邀约，看看前面究竟是天国还是地狱吧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所以我可以动了没？这么大块石头是什么指引方向？哦，有意思，我摸西楼一呢。然后呢？可以动了没？时间之逆，方向无名，九曲回肠，流
装船定怎定？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？再看一次好吗？时间的逆，方向无明，九曲回肠，流转成定。画龙尾啊，时间之逆啊，就是逆时针嘛。方向无明，九曲回肠啊，画龙尾啦，左边右边啊，右边啊。咦，底下压的什么东西？哦，是什么？所以呢，我拿到什么东西？不知道谁的笔记，上面有豹纹单词和英文对照。哎，你也太快快起来吧，我都没看完就把它收起来了。Apple, Pome 嗯，D A F Z H C I D K L 难呐，怎么东东了 ？This is Apache 跨龙膜了 ，Yes O U No。Mercy Eskimo 上面上面挖哥然后花木好了，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是刚刚我是选对的吗？所以这边有路有，下不去了，哎，下不去了，大哥，我走错路了吗？大哥，那我先不要重来好了。不懂真理，真招的是名师死。好吧，既然回不去，就只能慢慢走了。对了，走了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有会员陪着我。跳，跳，呵呵，就像神奇宝贝一样，我带着皮卡丘。为了征服圣，只为了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为了收服所有的神奇宝贝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又臭又哎，上面是什么？哎，不能跳上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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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木材之类的吗？我前面好像有拿到打火机耶。能不能使用？护目镜、整体、勺子、打火机。哎，你等到我的，等到了啦！看不到字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哎，今天小破屋，那是小木屋，不然什么小石头屋哦？哦，看起来还不错嘛。是啊，应该是以前的猎人使用的吧？我们进去吧。我可以不要进去吗？哦，我说说，什么弄好？油灯似乎没有了，所以我这边好像有沙油。油，使用油，有油了。然后呢？使用内挡。哦，走，一片光明，开始调查吗？嗯，现在的时间是4点左右，我们走两个小时呢，感觉有点休息一下吗？当然，你就先休息吧。我想办法吧，我只用了一点，你先睡吧，呵呵呵呵。应该在，不然会着凉，嘿嘿嘿嘿。我们可以一起睡吗？呵呵，大侦探今天可真开心呢，呵呵。好了，快休息吧，我等一下就陪你休息了。嗯，会员在休息，是在跑路呢。我用我的身体来温暖你。
满是灰尘的空抽屉，光柜子，厕所，弄了一点，检查伤口呢，好嘞，厕所，好吧，出门在外，你把外套给别人，你不冷吗？你大哥，我先存档吗？为了慎重起见，所以我存了一张歌，怕我刚刚走错路。说不定他就是，如果就算你走错路，他就会让你强制结束吧，就是不会让你继续破，因为你走到错误的路线，而不会继续让你走到错误的路线，然后最后就 GG 了。不然就是他的结局有很多种吧。推测，经过我的推测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什么，高山蔬菜，那明明就高丽菜嘛，高山蔬菜。好，木材。三口木材 ，get， 不，不，灰岩我来的，噔噔噔噔噔，啊，这里没有二楼哦，啊，他楼上那个是假的哦，楼上的窗户是假的，壁炉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符号表，这个是，先把火升起来，看看，失去木材，看一下符号表是什么。哎，符号表，符号表呢？见鬼了！刚刚不是拿到符号表，算了。然后呢？也要使用赖打吗？万用的赖打。出门在外。随身携带赖打是非常非常没错的，哦，然后呢，然后这就可以跟灰原一起睡了吗？休息一下，哦，就坐在旁边，很没意思呢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换你了。哎，你好，存档吗？是，那就存这里吧。呵呵。噔噔噔，这什么？石头。这里会遇到小玄石跟那个，前面有神奇宝贝训练家，我走过去他会惊叹号吗？怎么办？我身上只有皮卡丘而已，他是无法对付地平系跟实验室系的。噔，没有惊叹号，充满干劲的大叔，你不拿出小玄石跟我对战吗？这样就出来了，那么快。发现野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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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惊叹号没有，还有毒草不能随意吃啊，真假？根本游戏干嘛搞得那么恶趣味啊？竟然还有毒草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毒草啦，天然蔬菜。哦，好多神奇宝贝训练家，惊叹号，点点点屁哦，你只会点点点。都跟你讲话了，你还跟我点点点，惊叹号，如何？有没有看到哪里呀、啊？莫名其妙，直接笑砸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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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柠檬，跟你讲话。咦啊，有一位叫做西维亚利，西维亚利，小池之箱子。护校学生，护校的同学。就先这样吧。雷蒙，天然水果。然后呢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有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也太大了吧？这要干嘛？莫名其妙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你们也到这边了。原来巨石上的只是这样子，不过是蒙一侦探，很推理出来了，竟然又能前进，这不算什么，所以正确答案是左边哦，是吗？
欸，所以服部是，欸，他不推理一下吗？所以这里会追上柯南他们吗？这里比较难走，会有熊之类的出没？你想太多了，放心，他们现在在等我，真的有熊，哭嘛！乔丹呢？小时候被骗过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有的是故意狡辩，不要坏蛋，呵呵，点点点，平时怎么了？嗯。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我前面，而且还是不久之前。哦，真假？怎么岂有此理？既然有人想跟我们抢宝物，怎么会这样？路上也没看到人。既然这样，说明极少数先前有人来过的痕迹。很难找呢。哦，这不会是前面那个小木屋吧？嗯，得是有人来过痕迹。怎么找啊？就看到我的脚印而已了，点点点，应该不会是从哪里，也不好走。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怎么走？我要回去哦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不去啊。可恶，走！屁！我是这上叫什么？没有承担另一种可能的协会。这样子，所以我要怎么证明我是对的？如果现在在前面的话，别是直接冲到这。有人就有人，干嘛那么大惊小怪？说得好，你终于说对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要怎么证明？这边会有隐藏的机关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就是这个哦，脚印，哪里有脚印啊？虽然这脚印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明显就是人走过，只是你自己走的脚印吧？这不会是你搞错？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不过为什么在附近肯定不会错。而且在刚才的瓷砖那边，瓷砖的血也是早就被拍掉一层。哦，地府部的门锁好像是这样，刚才的石头上只盖着一层薄薄的血。呵呵，大人的脚印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嗯，叮铃铃，你在身上还可以接电话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喂，亚利亚，哦，快到了。嗯，我们今天出发了。对，我们到时候再叫阿虫转进那个信件给你。好，拜拜。看来也不是你们的同伴。嗯，不管怎样，就算有人走在我前面，也不能代表什么了，所以赶快走吧。以后会走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我能走回去吗？不能。所以如果前面那边我选右边的话会怎样？算了，不管了，这边应该是正常的道路吧。对，这边小屁孩怎么可以这样？怎样呢？这怎么行呢？我绝对不允许，有路塞呢。那你们还能怎样？你们到底想怎样？我们都这样子，你要怎样？他们那样子，你又这样子。你们白饭，你们站的地方都很像那个神奇宝贝一样的，好像随时要跟我战斗一样。好啦，秃头老人闭嘴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惊叹号！会是什么人在这里呢？谁啦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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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小木屋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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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两人的幽会被打扰了，偷行偷到这边来被抓包了吼，呵呵。进来，起码来，点点点。现在我们可以瞧到对方的真面目，呵呵，不会吧？真的有人在里面？竟然敢挑衅我们？不许！哎，看把你那些北青啊，小屁孩就这样。
会不会是好几年前就最自的剧名？好比就是原住民，演你的头啦，原住民，应该不会有那种事。原住民呢？小鬼。哦，喂，有什么刚才被我发现的？好像是啊，元太。哦，糟糕，他们竟然这么快就关上了。哦，惊叹号。反正演员关上是不是？可能会哎，只要鬼门比较沉默戏，重点是在里面的人。柯南，哦，正义，金点点点，爱服务，叔叔，好久不见，呵呵。哎，工藤，所以小兰没有来哦。所以小兰故意是不来的，因为如果小兰来的话，不就是事情就难讲。工藤真上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请你帮我整理，我告诉你，你来这趟是绝对不虚此行的，呵呵。原来你还活着，中国是假的啊！我怀疑你不会来的，今天肯抽空从大老远跑来这里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哎，是啊，三个案子告一段落，所以过来看看，呵呵。这样，那个我带了一个伙伴起来。金藤号，等一下，工藤，配合一下，拜托了，呵呵。夏福，是跨公司发米拉。Famila 企业董事长的女儿，呵呵。最近他父亲在日本有新的投资预算。啊内，哪尼？不用担心，他的日语可是一级棒。这家跨国公司在日本可能没什么传说名气，不过老板对古老的传说特别有兴趣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嗨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哦。大家也走了很多时间吗？在休息吗？我今天有点活着。呼呼，工藤，看来你失踪这段时间跟跨国巨人在一起呢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当然，摩羯座的。呵呵。啊，我跟灰原的两人的小约会就这么没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啦，不，呵呵。效果能持续多久？不知道，灰原说成分不清楚，无法估计。这样你们还敢上山，呵呵，小孩子不会遇到上当吗？丁，恭喜了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回公司去吧，你要自己注意一下。嗯，我知道，呵呵，我咖喱麦西啦。然后呢？哎，我累到他。所以现在我要干嘛？存档。我很好奇，如果前面的道路我选右边的话，到底会怎样？所以我决定读取一下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应该是这之后，对，这之后，回购。然后呢？柯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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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旷世关门的起点，那和原，嗯？如果你要在山水关门跟护士，那是原谁的机关？嗯，机关。好了，这边知道了，这边就不多讲了，赶快跳过吧。今天实况的话，预计我是10:30开台吧。那应该预计到大约12:00左右吧。然后因为明天我没上班，不过晚上还是要上课，所以应该明天中午会稍微实况一下，反正是尽快把这个游戏实况完，然后赶快来玩那个替身少女，好像不错玩，反正就是又是恐怖游戏啊，就明明不是胆子很大的家伙，我就喜欢玩恐怖游戏，其实我特别喜欢玩僵尸游戏啊。不过就是电脑不给力吧，应该是如果那种僵尸游戏像2056那种，如果到时候 PC 版出来的话，我可能电脑跑不动吧。而且就算跑得动，也不可能实况，实况根本是没小熊呢。哎，哦，有意思。所以如果我左左边，我走右边会怎样？直线之影，方向无影。左边，咦，石头要压什么东西？所以这边有个
不知道谁的队长。马上要关掉了，这里是 bug。时间之逆啊，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比较日文吧，日文跟英文。时间之逆，耳弹这边有0到1，耳弹是5到8到20。时间之逆，然后再看一下，不能再看，好吧，算了。如果我走右边会怎样？我会死掉吗？就像前面一样，拿刀子玩一下，然后就死掉。吓到我！山崩 ，GG。所以 ，Game Over。啊，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啦、啊！怎么可能？所以这个游戏如果只要做出一堆错误的决定或是选择的话，就会 GG。好吧。还有前面我已经。所以前面算是我非常的 lucky 的，不小心选到对的选项吧。那这边呢？我现在要干嘛？山洞，现在不是进去的时候。那我还可以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去呢？提一加五十，吃，好。然后呢？体力加七十。啊，我前面不是有水吗？安全水，不明的野菜，鸡蛋，这死者到底干嘛？算了，到时候会用到吧。好吧，瀑布呢？也许找他们。我的会员呢？哎呀，你这群家伙竟然敢勾引我的会员！这边有分小屁孩区，然后四个。路人甲乙丙丁区，好呢，夏福小姐，以上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。你的意思，干脆每天就占了总投资额的2/3服务啊？这其中也包括松本先生用了他公司名义替我们向银行贷款，这么厉害，小姑娘何必压抑？换作是你老爹的公司要借款的话，比你一个人去银行，就算哭天抢地，也不会拿到足够的钱的。这投资的分配似乎不太好吧？2/3呢？但投资多少啊？夸张了！如果是3000万的投资的话，他不就付了就付了2000万。啊，这笔钱啊，如果有这笔钱就好了。你们现在最大的交通问题有什么解决之道呢？好歹我也是企业的高管吧，认识几个当地的语言就不难。光说这招谁不会呢？只是有时候难免让包填饱好一下他们的口袋，这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钱多嘛，这死徒了。最好是用付钱的这人，这里盖出一条新干线来。啊，木村小姐还是不愿意出最新一笔金额吗？愿意花那么多钱在莫名其妙的祭献品上吗？呵呵。你不觉得花一点手钱让他们开心，就会把你在这座山上盖个环状线啊？应该更值吧？小美先生，不要叫小美先生，没有什么事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这只是个问题，请你不要介意。谁会介意啊？如果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今晚我没关系，今天是会员。好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是要控制会员吗？现在呢，又可以带着会员到处跑吗？工藤如何？多亏你的介绍，对方讲了不少好处，又给发米拉企业，那也挺不错的嘛。民宿会这么漂亮也不是没原因的，关民宿的建筑费用就高达1亿日元呢。光装潢费就不用说了，包含建筑建材运费。但对方的表情告诉我不止这些。昨晚的争吵确定是投资纠纷，没错了，真是累死我了，我又不是来谈生意的，呵呵。你想知道民宿的投资情报就明讲，不要故意把我投下去拿去，谢啦。解明在这里有关吗？或许没什么关系，不过，是不是会有发生杀人事件？什么时候可以有人死掉？点点点。啊，对了，
手腹部，也是找腹部。我在壁炉找这个，诶，什么下斜下，诶，你慢一点吗？这什么，这个是自正本，对照一下，那是格斗天王吧，前下前鬼招，前下前重手鬼招，呵呵。嗯，台词几乎一模一样，同一种纸张，保存方式不一样，不会有些微的差距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同一种纸。现在这张好像是符号对应的，没错，嗯，很有可能是用的对应路线，对应的用布补的心酸话题中这句话吧。哦，说我努，原来我们一直跳了四走啊，这不是一开始是这样吗？大叔，来那边闹，这个简单吗？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去找到哦，金色钻石，没错吧，多么了解。你现在才懂卢米烂的恩师吗？真是太慢了。哦哈哈哈。看来我一开始就是猜测是对的，真是谢谢你弟。如果现在是休息片刻，准备出发的话，偷偷把金钥藏在画里，只为了换回同学的记忆，甚至呈现安排好的未来。是指这些一号对应到什么画上面吗？不一定，但有可能这里的字母，每个字母都对应着不同的句号。说的一副煞有其事呢。点点点。那么只要继续前进，就能知道些什么了吧？勾。附近有山洞吧？你又知道有山洞了。更多的机关和谜题也不一定，说不定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出发吧。Let's go, Humpa Man. 我想 ，Go go go！ 耶，灰岩又跟着我。呵呵，先找大叔讲话。很久不见的小狗果然很大方，像是很久期待过，根本跨过。果然很可疑，干你屁事哦！你嫉妒我你啊？哎，小屁孩，熟悉的感觉，难道是灰岩吗？哦，你讲出重点了。不是说他有个姐姐，更不会就是哦，你少来了，你这个死屁孩，灰岩是我的。没有用的废话。他一直在东什么东京嘛 ，Tokyo。要是平时以后当了侦探，就像工藤那样到处跑，就可以认识混血美女了。那听起来真的不错的，呵呵呵。平时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你就有机会接到很多外国朋友了，屁！惊叹号！重复的话，好吧，跳过。惊叹号！你要跟我战斗吗？呵呵呵 ，Let's battle！供奉乌米兰的事怎么可以那么马虎？只有熊本那种只有嘴巴的人才有限，点点体会了那些只有嘴巴的观点。来，就是哦，吓到我，我接个电话，稍等一下。喂，你是的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刚刚公司打过来叫我明天要上班啊，囧了啊！想说明天中午，明天放假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做个实况，然后看一下书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没办法，公司没办法，刚开柜嘛，就
没办法，今天刚正式开幕而已，人手加上新人的部分，大家都很多人都不习惯还不熟，没办法，反正就好吧。每天中午每天就要上班了，然后上11:30。好吧，我现在是时间是11:14，不、怎么了？你让我把话讲完吗？熊本先生，为什么你现在要提这件事呢？我只是提醒你嘛，资深者都被成就的，都被成就的态度总要积极一点。如何这个协议要不要接受？那个是两个回事啊。好吧，不接受就算了。你要知道我在帮你表里面前说这种话。不然跟那个女人交情不好，是很麻烦。什么啊？呵呵，谁叫你长得一副衰脸？真的，做事又七零八落，与你联系的那些侦探身份都有你了。而你嘞？呵呵，点点点。哦，熊本先生，你死定了！我觉得那个家伙会干掉你。呵呵，你伤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明天我要上班了，那等一下实况应该就会到11:30吧，就一个小时了，差不多。好了，那这个游戏应该没有办法如我预期的顺利破关了。好吧，来恭维，点点点，呵呵，水小蓝，呵呵，一脸衰样，就跟卢卡，跟谁一样？跟大冬天一样吗？一脸衰小脸，有个红色的线。这是什么机关吧？我身上应该有什么物品？不是有个那个符案图那个图案吗？这里 A B C D E F G H， 应该是箭头的吧？这边有数字，应该是对照，不过是数字。然后有个 A， 然后个符号，然后我前面好像拿到一个五线谱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A 哟，这是哆瑞咪发嗦拉，所以 A 是拉咯，拉的符号，所以是要拉这个嘛？拉3233515嘛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算了，不管，先玩下去，反正现在也不用干嘛。然后先存个档，不能存档，好吧，我错了，先出去外面存档，应该不用，我刚刚在出小木的时候就有存档，所以现在呢，不能存档，好吧，你好，功能增长机台任务麻烦你了，麻烦谁了？帮我什么？这我要拉这个吧，走。323515，3 4 3 2 3，12345，15，然后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发生。323515，什么意思呢？323515，错了，这个，323515。蛋疼啊。A， 这是 A 吧，然后一个符号。323515。323515。323515，是要干嘛？
哦，这里有六个数字，这边有六条线，还是这边是要拉三项？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、二、三，这边要拉五下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没办法拉了。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不对啊。嗯。嗯，三五三五一五，三五三五一五，三二三五一五，嗯，这个背景好像是符号的意思吗？所以说我这条线是在拉，就是 A 嘛 ，A 的符号这边，所以三一二三。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一二三，我要在那个线上面。四，一二三四五。嗯？那我大约知道他的想要干嘛，所以这是在这里，是吗？那是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来，重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嗯，它是写 A 嘛 ？A 的符号是在这里，所以说。所以说呢，考官。符号 A 的三二三五一五，符号三，符号 A， 符号 A， 三二三五。一五，嗯，那它的 A 是在哪边？是在最上面吗？
求救了。冰点服部求救。打官啦、啊、哦完内。看一下文件，私的内容。画地图，偷偷把记号藏在画里，只为了换回从前的记忆。安排好未来的休息片刻，重新出发。你虚伪的笑容牵引我走进黑暗，唯一的光芒是自己。活着的血跳动。怎么惨啊？哦，所以呢，打官呐、啊，哦，超烦的啦。双二双五五。勺子。让我打偏这边墙。什么声音？有声音呢。我是敲到什么东西吗？好了吗？梯子。喂。用打火机，现在用不到。我可以拿来烧绳子吗？燃烧，用不到。梯子，用不到。佛，所以说我要三二三五一五，我要怎么解它？烦呢，卡关了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骨角博士用不到，好吧？三二三五一五。A 的符号 ，A 大调，哆来咪，哆来咪，我想到了，你自己盖起来干嘛你？东西，所以说。我现在是 A 大调，是，我是拉，所以我的三，对啊，是哆来咪发嗦拉，哆来咪，所以是哆来咪发嗦拉，
所以前面是 S 三是诶一二三哆来咪是 NSM 吗？是这样吗？哆来咪哆来咪放手啦 NSND 哆吗？然后一是哆来咪发，发是 F 吧，所以是 N F N D S D， 是这个意思吗？等一下，先不要拉，然后比较符号吗 ？N S N N 就是两下吗？F 的话是哪个 ？F 是三下 ，N N 右右，然后 D 是下下什么东东啊？下什么什么三下 ？S 是三下左右，三下左右。然后 D 又是下斜上斜下上，所以呢，可以比较这个吗？嗯，好吧，这个完全看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假设我在这边。走两个就是这个 NN， 然后上下上下不是这样吧，这两个是是诶不对，拉一个再拉一个，好烦哦，怎么这么烦？剩下左右，剩下，剩下左右，好烦啊！啊，卡关了。所以答案是像我这样解的吗？应该不是这样吧。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？这是悠悠悠悠，拉拉。卡关了，需要我干嘛啦？反正不管了啦，十一点半了，明天要上班了，先充电再说。好了，先实况到这边了，明天要上班。这谜题我到时候再去查看看好了，不然，哎，凭我的智商是想不出来的。
好啦，今天实况就先到这边啦，然后下次实况应该就是，看明天晚上吧，明天晚上看有没有空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，那我先收台啦，大家晚上早点睡，拜拜。